王贤竹，敢动本小姐，小心我对你不客气。王贤竹，小姐，哎呀，不好了不好了，我家小姐被风吹晕了。怎么回事？这花家的女儿是这样的柔弱吗？没事，这么是啊。那我们猜什么？但她身体不好，见风就打。怎么了？这可不是很正常啊！怎么这么容易？许氏一路走出。啊！太子殿下到！走开！殿下，快走！太过兴奋，为殿下的英姿倾倒，无法控制自己，所以好，太子殿下，你听我解释。太子殿下果然还是如此的凶残，真是千万别惹到他了。这就是冲撞太子殿下的后果。拿下去。小姐，怕是一时半会儿走不了了。见过太子殿下，我家小姐她被风吹晕了。太子殿下，这个不能进啊，不能进啊！太子殿下，县主，我们终于见面了。被风吹晕了，气息平稳，别是装的吧？王县主，敢动本小姐，小心我对你不客气。王县主。